位于尖沙咀的三郎烧肉，主打烧肉奥马卡西，有齐伊贺牛、基路牛、宫崎牛同埋鹿儿岛牛四款高级和牛。在五款套餐入面，以呢一款为主打，可以一次过品尝七种 A5 和牛的稀有肉。当中上三斤非常矜贵啊，一只牛只有5-7% 的稀有部位可以做得到上三斤，有咬口之余亦都有啲筋，亦都有香浓的牛肉味。套餐亦都包括前菜、时令刺身、海鲜同埋其他料理。专为唔食牛嘅客人而设嘅呢个套餐就可以试到阿波美鸡同埋黑豚肉。另外每日都会有限量5-10份的 Diamond Cut， 今次这一款就是和牛牛腿肉。我们现在有一个新 的切法，香港就暂时未有的，叫 Diamond Cut。 这种切法就切了出来，就有一个网型，日本在一些高级烧肉店才有这种网型的切法，其实有几个优点的。在烧的过程里面，它可以省很多时间，咁就肉汁就更加鮮嫩，同埋可以保存到肉嘅肉汁喺個肉裏面啦。